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来宾，大家晚上好。欢迎各位来到由浙江吉利控股集团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全程冠名赞助的英伦汽车乔氏杯2012决战亨德利中式八球挑战赛北京站的比赛现场。在大家的共同关注的努力之下呢，从预选赛开始的呢一路走来，我相信每一场比赛的胜利还有我们每一位选手的晋级都给大家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那么根据我们的竞赛规程，最终获得今天挑战台球皇帝亨德利先生的资格的是杨帆，我们在此呢也向杨帆表示祝贺。英伦汽车乔氏杯品牌系列赛事呢，通过不断的努力，已经逐步的得到了更多朋友的认可和关注。本次北京站的赛事作为本次英伦汽车乔氏杯品牌系列赛事的收官之战，我们还得到了新华社、人民日报、中新报、中国体育报、中国汽车报、中国日报、汽车族杂志、 CSPN 体育联播平台、搜狐体育、优酷、腾讯微博、新浪微博、中式八球网、我的台球网、乔氏台球网、吉林省台球协会官网、汽车之家、易车网、网上车市、汽车点评网、太平洋汽车网、京华时报等一些媒体朋友的广泛关注。而且呢，本场比赛还将在搜狐网同步现场直播。在精彩的对决开始之前呢，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今天来到现场的各位嘉宾和领导，他们分别是浙江吉利控股集团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北区营销事业部总经理黄海涛先生，欢迎您。秦皇岛乔氏台球运动推广有限公司总经理乔兵先生，欢迎您。浙江吉利控股集团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北区营销事业部总经理助理陈家党先生，欢迎。北区营销事业部一片区销售总监陈明先生，欢迎您。北区营销事业部北京大区经理王太鹏先生，欢迎。以及北京奥润德汽车有限公司总经理王兴农先生，欢迎您。还有迈巴赫台球会所总经理黄兆坚先生，欢迎您。以及迈巴赫台球会所经理李兆瑞先生，欢迎。在此呢，我们还要感谢北京英尚远和体育文化发展有限公司的特别支持。而且呢，今天英尚远和体育文化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李丹女士也来到了现场，欢迎您。再一次感谢各位领导。那么接下来让我们掌声有请浙江吉利控股集团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北区营销事业部总经理黄海涛先生为本次比赛致辞并宣布开赛，有请。尊敬的各位媒体、女士们、先生们，大家晚上好。很荣幸今天和大家相聚在英伦汽车乔氏杯2012决战亨德利中式八球挑战赛北京决赛赛的比赛现场。北京站也是本次英伦汽车乔氏杯品牌系列赛事的收官之战，在此我谨代表浙江吉利控股集团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向台球皇帝斯蒂芬·亨德利先生表示热烈的欢迎，向各位奋斗在赛事前线的工作人员表示慰问，同时向各位朋友的到来表示衷心的感谢。众所周知，英伦汽车起源于英国，品牌内涵为底蕴、信赖、关爱，让英伦汽车畅销世界是英伦人心中的宏愿，而具有深厚群众基础的中式台球运动同样源起于英伦。强盛于中国乔氏企业正在将中式八球一步一步推上世界舞台，两个民族企业的携手体现了5000年来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也在向世界昭示着英伦汽车扬为中用、龙行天下的气魄。
同时中式八球竞技中体现的优雅绅士、精益求精和互相认同的精神也与英伦汽车品牌内涵相通相融。作为赛事的首席合作伙伴，英伦汽车将鼎力支持本届赛事，服务于本届赛事系列车型都是英伦汽车品牌的明星产品，包括英伦 SC3、SC6、SC7、金刚、精英 Cross、SC5 RV、TX4 等不同车型。他们凭借着优异的品质和完善的服务，为本届赛事提供令人满意的服务。最后，我宣布，英伦汽车乔氏杯2012决战亨德利中式八球挑战赛北京站正式开始。好的，谢谢黄总。那么我们备受瞩目的挑战赛马上就要开始了，冠军的荣誉究竟会花落谁家呢？首先让我们掌声有请挑战者杨帆闪亮登场。现在我们恭喜杨帆能够获得这次挑战台球皇帝亨德利先生的资格。那么对于接下来将要和亨德利先生进行的比赛呢，怎么样？有没有什么想表达的和大家分享一下？首先冒感谢这个赞助商英伦汽车和乔氏集团，还有这个迈巴赫台球会所，给我这个机会啊。比赛呢，就是说。切磋一下，比赛就是友谊第一，是吧？好的，我们现在请杨帆稍事休息，准备接下来的挑战赛。谢谢杨帆。那么接下来我们要请出的这位巨星呢，大家都知道他是谁了。他曾经7次获得过世锦赛的冠军，并且11次创造了147分的满分纪录，在球坛上至今没有人能够超越他。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掌声喊出他的名字好吗？让我们掌声有请台球皇帝史蒂芬·亨德利先生。高兴和亨德利先生在北京又见面了哈。咱们这次北京站的比赛作为咱们英伦汽车乔氏杯品牌赛事的一个收官之战，而且呢，怎么说，很荣幸作为这个英伦汽车乔氏杯品牌赛事一路上我们都有您相伴。那么今天在这里呢，我想问一下您对于咱们英伦汽车还有咱们乔氏企业在推动中式八球方面的这个工作有没有有一个怎么样的评价？I have been very proud and honored to have an association with such a great company as England Cars. 我感到非常荣幸能够和英伦这样非常知名的厂家有合作的机会。I have had many great experiences on our tour around China, and I thank them for their cooperation. 我非常感谢他能够给我提供这样在中国比赛的机会。我也非常感谢乔氏和英伦汽车这样的两个非常好的公司。谢谢，我们再次掌声送给亨德利先生。谢谢亨德利先生能够对于我们有这么高的一个评价好吗？让我们掌声送给亨德利先生。请亨德利先生稍事休息，准备接下来挑战赛。精彩的赛事一触即发，让我们现在掌声有请本次比赛主裁判，来自吉林省台球协会赵远先生，有请。担任本场记录裁判员的是吉林省台球协会裘铁男、吉林省台球协会王哲。本次决战亨德利中式八球挑战赛由浙江吉利控股集团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全程冠名赞助。本场比赛为13局7胜制，英伦汽车乔氏杯2012决战亨德利中式八球挑战赛正式开始。Liking, please. Ready? 3, 2, 1, go.
Stephen Hendry pick first. Rick one. Oh, sorry. Rick one. Stephen Hendry to break. Seven corner. Eight corner. And the reach, young fan. Thank you.
Rick 2, Yang Fan to break. 1-0. Eighth corner.我们要下单了。百年英伦一脉相承，英伦汽车。Break three, Stephen Hendry to break. 1-1. Thank you.
It's fun. And the ring, Stephen Hendry. Break for Stephen Hendry to break. 2-1. It's corner. And the race is a country. Break 5. Stephen Hendry to break. 3-1.
8 side. And the reach, Yang Fan. Rick 6, Yang Fan to break. 2-3. And the three, Yang Fan. Rick 7, Yang Fan to break. 3-3. It's side. And the hook, jump back.
break 8, Yang Fan to break, 4-3. Eighth side. Break 9, Yang Fan to break. 5-3.
8 corner. And the Yang Fan. Return, Yang Fan to break. 6-3. Eight corner. And the next.